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财经周报。中国本身的经济正面临四十年来的危机，这个危机呢最短三年，但是一般的看法，如果人们对于习近平的信心不够，习政府的信心不够，会持续五年甚至五年以上，有的人说是十年。因为当时日本它发生了泡沫危机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它最后会是三十年，所以讲十年未必是危言耸听，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习政府的信心够不够，其次是外资，而外资呢已经打出了一个大叉叉 no， 所以外资呢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从股市流出了32亿美元，从债市流出了47亿美元，虽然它在整体的中国所有里头所占的整个总市值成交量里头可能只有10%左右，它确实一个信心的指标。而在美国上市的跟在其他香港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在前一个阶段都出现了被抛售的状况，哪怕是很好的比亚迪股票都曾经一度成为被抛售的对象，更不要讲到阿里巴巴等。所以这个状况里头呢，对中国来说，当信心不足，它最明显出现的就是在股市。股市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像一个橱窗，你到百货公司里头有一个橱窗，或是我们说有一个 window， 它就是一个窗，让你所看到的一个信心的指标。而这个信心的指标代表信心不足，信心不足的情况里头，老百姓消费就会降低，然后外资更就是一直撤走，你的房地产的问题要花时间解决，花的时间呢就会来得更长，它变成一个可怕的一个恶性循环。于是官方开始宣布一连串的政策，这次的政策呢不是救房地产，是救股市。虽然股市我刚刚提到的外资占的，不过总市值里头撤出的什么比例不过就是 10%， 可它却代表了一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又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内。一连串的政策里头呢，人们称习近平为了挽救危机，他装上了政策的野可魔，就什么都出来。第一个就是禁空令，不准你放空啊，这个东西是很大的一个政策，这个可以放空基本上是一个整个股市里头基本的原则，但是禁空令不准放空，就表示它真的进入了危机。再来在过年之前撤换了证监会的主席，把它换掉。再来要求公私募基金等，就很像我们的四大基金等，中国的公私募基金要投入股市，这很像台湾在挽救股市的时候就叫四大基金赶快去股市，在选举之前，他这个不是为了选举，是为了挽救整个现在整个股市所呈现出来被抛售的一个状况，然后希望把信心拉回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香港恒生跟上证的部分呢是有拉回来一点点，那并且要求上市公司你们你自己要回购你的股票。那因为中国的共产党是什么事情他很强烈的说了算，你不听话我还可以查你的税，我有很多政策工具威胁你啊，这个并不是我政策工具帮助你，是用政策工具可以威胁你，所以各大公司呢就加大了回购的力度。但是这种做法它某程度会使得很多人对这个市场的信心更少，会觉得也不准放空，然后会觉得你现在很多股市涨的都是你用政府的基金，或者都是各公司在被你的逼迫之下来回购它的股票，所以它并不是表现出来真正的这家公司所拥有的市值。但也有人认为说像比亚迪这些是很好的公司，是可以继续买进的，但有太多的看法认为中国它的整个股市里头受政策干预太大，一会儿大跌也是政策干预，一会儿涨也是属于政策干预，所以基本上认为一个政策干预过多的一个股市是不可相信的。总之人们说为了挽救这一波四十年来最大的中国经济危机，习近平装上了政策叶克膜，而这次不是针对房地产，是针对股市，原因是股市明白的显示出来，不管是外资还是中国内地的投资人都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没有信心。龙年第一个交易日，港股红盘高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对龙年投资市场表现审慎乐观。港股率先在兔年开红盘，恒生指数连涨三个交易日，这延续了农历年前中国国家队资金入市做多的氛围。
但放眼全球资本市场，似乎很难找到如中国 A 股在兔年收官前如此高潮迭起的戏剧般行情。在人行降准两码、上兆资金入市的2月5号，中国股市却上演千股跌停的奇观。事实上，这股跌势延续香港高院对地产商恒大发出破产清算后的走势。而一款名为雪球、规模超过3000亿人民币的理财产品分传爆仓，加上股票质押的空头大军涌现，更加剧了市场恐慌抛售的情绪。三大股指开盘后持续下挫，沪指一度跌幅接近3.5%，最低下探至2635点。创业板指和深圳成指最高都跌超4%。股市暴跌与官方宣传的经济回稳向好背道而驰，损失惨重的中国股民在言论管制下虽无处宣泄，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却意外成为中国股民的哭墙。使馆一篇保护长颈鹿栖息地的贴文后头10多万的回复中，有不少抨击中国股市的留言，甚至有人要求美国证监会接管中国股市。此外，中国网上还疯传一纸上交所大楼物业管理的紧急通知，加强对快递、外卖等外来物品的安检，以消除各种隐患，目的是严防股民对喋喋不休的股市进行报复。网络还盛传上交所、深交所及北交所已禁止员工点外卖。而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也同样遭国际投资人的抛售。You take into a totality of the year to date, and these are the members of the Nasdaq Golden Dragon China Index. We're seeing some serious losses here. I'll sort by performance. You can see the middle stock here. The median stock is actually down 20% or more. And if I go back 1 year, it gets worse. You can see the median stock down about 43, 44, 45%. So almost half of the value wiped off for the median.Stock here. Chinese stocks at large is still this idea that they are uninvestable. Take a look at this chart of Alibaba shares and the Hang Seng, that's Hong Kong stock index, since December of 2022. They have moved in tandem. Christmas time in 2020, that was the key inflection mo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n antitrust investigation into Alibaba, introducing a wild card to the market at large. It essentially told investors that Beijing could and would interfere at any time.Even taking aim at its largest and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 Didi's botched IPO would follow. Another internet giant, Tencent, would be targeted by gaming curbs. And its market cap, take a look at this. It went from a peak of more than $800 billion to less than $200 billion today. 全球投资人追捧中国企业的股票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2018年中国股市更被纳入 MSCI 旗舰新兴市场。英国经济学人说，如今这种情绪已经消退，而市场反映的是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及其领导人能力的看法。Oh, completely agree. China is an area that I've actually sold down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my positions in equities over the past 3 months. Actually, to minuscule amounts in comparison with where I should be. So, I mean, we only got to look at the Chinese property sector. Obviously, there's a whole bunch of we just seen the news on China being uninvestable. Whether that's the case or not, I don't think it's completely uninvestable. I just think it's an area that you want to be very中国中央决定任命吴清同志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国务院决定任命吴清同志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免去易会满同志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务。每每有股灾，都要找个背锅侠，易会满也逃不过这宿命。而吴清从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调任北京，是习近平任内的第四个政监会主席。他是经济学博士，也是中国官场的老金融，过去曾任证监会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对证券行业的监管治理相当熟悉，在业界更有券商屠夫的称号。而证监会一把手的人事变动，只是北京稳定股市的起手式。就在2月5号，沪指早盘跌穿2700点的5年新低后，中国证监会在午后开盘2分钟，于官网发布一纸公告，澄清沪深两市股票质押规模小，平仓风险总体可控，这让大盘指数 V 型反转。从昨天下午1点至晚上9点，证监会先后发布4条消息，覆盖盘中和盘后时间段，分别回应了股票质押情况、两融数据、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及打击非法做空等情况。鼓舞市场的信心意图非常明显。针对恶意做空，证监会还专门披露了若干起相关案件。证监会表示将严肃依法追责，并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让胆敢违法操纵、恶意做空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
备受关注的 A 股今天早盘在低开后迎来中央汇金盘中大幅增持的利好公告。汇金表示已于近日扩大 ETF 增持范围，并将持续加大增持力度。这是去年10月后中央汇金公司再度表态进场，但6号沪深两市应声走高，中国证监会则持续发文扩大净空令，进一步打压空头，主要求券商暂停新增龙券业务，逐步了结龙券存量，并窗口指导国营券商只买不卖，这让6号沪指收盘大涨 3.23%， 这已经是两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深成指与创业板指更大涨 6% 以上。此后两个交易日，中国股市一扫阴霾的回春，交易量都站上兆元人民币大关。春节前，在经历了证监会连续亮剑之后，兔年 A 股今天收官，实现了连续三天大涨。券商屠夫新官上任三把火，中国股市上演戏剧性大涨三天的金兔年收官逆转秀，似乎也提振了股市萎靡许久的信心。但这并没有真正解决如房地产与债务等中国经济困境问题的核心。This one market intervention, Melissa, I think that unfortunately this is probably just a short-term sugar rush as we're seeing heavy intervention by the Chinese state. I hope that we're going to see a larger focus on the broader economy, not just equity markets, because I think what's missing here, Melissa, is some sort of confidence that is going to be injected into consumer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we have yet to see the government really willing to pull back the layers of what I think is needed in the mainline economy, not equity markets. And until we see that, I think this short-term exuberance, as I call it, will fizzle at some point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real challenge that China is facing at the moment. 中国被控管的市场分析报告大多认为，19号中国龙年股市开红盘上涨是大概率事件，但非常规净空令下的资本市场难以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AI 晶片的龙头老大 NVIDIA 黄仁勋，我们说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英雄枭首人物，这一代的枭首人物就是黄仁勋 NVIDIA。 而 NVIDIA 呢，最近先从二月初的时候超越了 Amazon， 接着再超越了 Alphabet， 现在已经是成了美国市值第三大的公司。但它也面临着挑战者，这挑战者呢，正是 AI 最重要的创造者之一OpenAI 的创办人 Altman。 Altman 呢，连接了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各方的资金，总共凑足了7兆美元。这7兆美元是代表是什么？是全世界 GDP 的 10%， 这是天文数字，要来打造一个可以对抗 NVIDIA 的一个 AI 晶片工厂。而这个 AI 晶片工厂呢，当然它针对的就是黄仁勋啊，针对的就是黄仁勋领导的NVIDIA。 所以 NVIDIA 呢，自己知道说它面临的问题很高，所以它马上进行了它的所有的各种的产业的布局，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联合它的代工者 ARM，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安摩。为什么安摩最近涨这么高？因为辉达直接入股了 ARM， 这使得 ARM 的股价大增，增加了比辉达还要多，因为前面辉达已经涨太多，所以大家现在就开始去买了 ARM， 买了 ARM， 让这家英国的晶片大厂股价在三天之内翻倍。而安摩的股价的强劲走势隔着大西洋呢，就使得辉达和安摩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彼此之间一个联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AI 的全球世界大战，那到底最后鹿死谁手？那么整个 Altman 想做的是什么？就是取代 NVIDIA 跟 AMD， 直接自己的写出它的 AI 晶片，然后交由台积电的工厂直接的代工。或 AI 者得天下的市场硬到底，随着2024即将走完二月份，仍是不免金律。华尔街投资人最棒夕阳情人里翩然降临。Big news for NVIDIA's valuation. Its overall market value just ripped higher, now surpassing Alphabet as the third largest company as far as market cap based off of course, Wednesday's closing price. NVIDIA's market value hit $1.83 trillion at its peak on Wednesday, compared to Alphabet's $1.82 trillion at the same time.2月14号 AI 晶片王者辉达收盘价739块美金，涨幅 2.5%， 1兆8250亿美金的公司市值超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成为仅次于微软与苹果的全美第三大市值企业，继续改写前一日2月13号
公司二十年来首次胜过电商龙头亚马逊的市值里程碑。截至周三收盘日，辉达股价已写下今年两个月都还没过完，涨幅已突破五成，自去年初起算累计飞涨405%，放诸华尔街任哪家企业都望尘莫及的成长狂想曲。投资人最好奇的无非是辉达的续航力还能走多远多长。 Keeping your lead is not easy. How do you do it? I mean, is that the sort of thing t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 What's well, next, in other words? Inventing the next is hard, especially since if you're the pioneer in doing something, you're already the only person doing it. And so reinventing yourselves on a regular basis every single year, discovering new problems to solve, new industries to enable, new markets to open up, we're constantly pushing ourselves to do that. 高处不胜寒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二月中前往杜拜参与世界政府高峰会，在场边接受 CNN 知名主播奎斯特专访，被问及辉达为何总是积极规划下一步时，他给出的答案：辉达设计的 GPU， 全球科技公司都在争抢数量有限的订单，但黄仁勋并不以此满足，利用 AI 加快辉达生产晶片的速度，规划新工作小组打造客制化晶片商业模式，是辉达买手赶工中的两大新事业项目。 AI 时代瞬息万变，黄仁勋显然没有停下脚步，总是在替辉达思索该如何让产品差异化，开拓新获利模式。 Own your own national intelligence. You cannot allow that to be done by other people. And that is a real realization. Now that we've democratized the computation of AI, the infrastructure of AI, the rest of it is really up to you to take initiative, activate your industry,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as fast as you can so that the researchers, the companies, your governments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is infrastructure to go and create your own AI.世界政府峰会论坛上，黄仁勋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产业想法：国家级 AI。 他鼓吹各国政府应该拥有一套能够自主控制的 AI 基础建设，打造出操之在我的智能生产国家队，来保护国家的历史文化、数据安全、国家安全，同时维持经济独立。 In every single country, every single regionThere's an awakening, the government awakening, social awakening, that the data of their culture, the data of their society, the data of their people should be refined and processed and turned into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so there's a sovereign AI movement that's happening everywhere. Every country should protect their own data. They should turn it into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AI themselves.And the ability to do that is fairly available today. And so we should go enable and democratize the capability to do that.辉达之所以如此积极，或许也因为后有追兵且来势汹汹。OpenAI CEO Sam Altman now turning to chips, reportedly looking to raise an eye-popping $5 to $7 trillion for a new venture that would boast the world's biggest chip building capacity. Everything about this is just mind-boggling and huge in terms of ambition, scale, investment. This is like the moonshot of all moonshots, and here I'm going to use Google's definition.Something that sounds undoable, but if done, could redefine humanity. So let's just start with the number. According to the journal, this could require up to $7 trillion. That is 7 times the expected size of chip sales in 2030, more than 5 years away. It's more than the combined market caps of Apple and Microsoft. It is 7 million millions, and here it is written out, 12 zeros.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正寻求募资7兆美金，即全球 GDP 的10%，来打造可抗衡王者辉达产量世界第一的 AI 晶片工厂。奥特曼谣传已久的晶片王国豪赌，在具体数字浮出后，无疑震惊全球市场，因为他开出的天文数字足以买下2.5家微软、3.75家谷歌、4家辉达、7家 Meta、11.5家特斯拉，完全是能够撼动整个半导体产业、半壁江山的惊人投资。且这位 AI 小巨人锁定的建厂伙伴，正是近来在台美两地股价红得发紫的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据传奥特曼已与台积电展开磋商，希望能在未来几年间新建数十座 AI 晶片厂，但辉达不是，毫无防备。ARM's customers include Apple, Nvidia, Google, Microsoft, Amazon, Samsung, Intel,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in short, the world's biggest names in tech and chips.黄仁勋做出的选择是大举入股自己的代工者安谋，令这家英国晶片大厂股价在3天内翻倍。安谋股价的强劲走势也因此隔着大西洋与辉达的市值狂想曲遥相呼应，这也让安谋大老板软银总裁孙正义只花了1天时间，便从安谋狂飙的股价中赚回了他投资共享办公室 WeWork 失利。WeWork 申请破产所亏损的140亿美金。And we're talking about ARM Holdings. Those shares are up 26%, extending gains in the aftermath of last week's big earnings report. And by the way, the shares rose as much as 42% in today's session. And overall, the shares are up around 50% following those quarterly numbers last week.2020年辉达曾提议以400亿美金收购安谋，这项跨国交易最终在英国监管单位竞争暨市场管理局阻挠下告吹。之后 AI 浪潮大举来袭，让辉达再次慎重考虑起这桩失败过的联姻。在提交给美国证交会 SEC 的文件中，辉达投资安谋总额为1.473亿美金。当 AI 的翅膀还在振臂高飞时，各大企业主紧拉住相连绳索，无非是希望能一同登上云端。来看一下中国的比亚迪。如果说整个中国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就是它的经济整体很大的问题，甚至我们很熟悉一个名称叫唱衰中国，现在是中国很流行的字眼，只要唱衰中国的，你的公信号、你的微博都会被封，而且你会被指责你可能是跟爱国者有关系，所以这是没有办法一个理性讨论的一个经济问题的一个国家。而但是比亚迪的状况呢，它是来势汹汹，非常具有雄心。或许我们的台湾很多企业欠缺像比亚迪这样的一家公司所拥有的眼光跟它的雄心。比亚迪最近登陆到了韩国，我们都知道韩国的 Hyundai 汽车是非常强的，而且在政府呢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正式的扶植它，它的电动车也非常的高。但是比亚迪在去年2023年，包括整个中国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而它即将进军南韩的市场，而美欧呢则全面的戒备。目前呢在欧洲比亚迪的占有率只有3%，而美国方面呢更是全面戒备比亚迪进来，因为他们认为用一个理由叫国家安全，他说这些电动车上面有很多电子装置，所以可以搜集很多的数据，所以会造成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些问题。整体而言，比亚迪现在呢在除了美国欧洲之外，在全世界很多各个不同的国家地区呢已经成了全球第一品牌的电动汽车，超越了 Tesla。 BYD, the world's largest EV manufacturer. How did they get there? And can they stay on top?In 2011, the current world leader was still a laughingstock. Why do you laugh? BYD is trying to compete. Why do you laugh?
Have you seen that car? 但现在应该没有人敢嘲笑比亚迪了。2023年底，比亚迪在全电动汽车的全球销量超过了特斯拉。比亚迪正在巴西、泰国和乌兹别克，还有印尼和墨西哥等地建造装配生产线，并积极扩大对欧洲的出口。I think what it really shows is the kind of the change that's happening kind of in the car industry at the moment. Most of BYD sales have been within China.It's their biggest market, about 90% of their sales. And a lot of their kind of stuff there is done on selling kind of in big volumes and at quite competitive prices. 根据韩国经济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比亚迪三月还将与韩国相关部门的官员会面，以取得销售电动车的许可。若一切顺利，比亚迪可能在上半年进军韩国市场，计划开卖首款车是 Auto 3小型休旅车，引发现代汽车和 Kia 等当地业者警戒。Auto 3单次充电可行驶420公里，是比亚迪在全球畅销车款。去年在中国以外地区卖出超过10万辆，占其全球电动车销售的40%。未来将与现代 IONIQ 5、Kia 的 Niro EV 及 EV6 等车款打对台，并且已于去年四月先联合韩国合作伙伴 GS 公司推出了一款纯电动轻卡车型 T4K 试水温。On July 7th, the T4K, an electric one-ton truck co-developed by BYD and GS Global, was delivered to its first customer in South Korea. 为了满足韩国市场需求，比亚迪从车辆设计、电池技术、驾驶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虑，展现攻韩决心。而正是具备自家生产75%的电池、车用晶片和驾驶软体等零组件，比亚迪的造车成本要比其他竞争对手少30%。2023年在德国慕尼黑车展上，比亚迪豪气对外宣布好消息。In last year, with 1.86 million new entry vehicle car sales, which is 3 times of the previous year.BYD become the world number one new energy vehicle brand.总部位于中国电子工业中心深圳的比亚迪，1995年还是一间只有20名员工的小型初创公司，创始人王传福白手起家。最初的比亚迪是以生产手机使用的锂电池，主要供货给 Motorola 和 Nokia。谁会料想到，从手机电池到电动汽车，如今的比亚迪搭上新能源的趋势，打败日本、德国等知名车企，成为全球业界不能忽视的强大对手。中国新能源车的话呢，这个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推出了很多有核心技术的产品，也推出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造型的设计，包括一些很丰富的配置。比亚迪最近在欧洲、在泰国、在澳大利亚这些地区推出了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在这些区域啊获得了很好的反响。那目前看的话呢，中国这个新能源汽车出口未来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以比亚迪所代表的中国车企开启国车自运时代，加速跨洋出海，日经亚洲评论2月12日便发文称，中国电动车今年将在欧洲掀起更大的波澜。一艘装载5000多辆电动车的比亚迪出海舰队将停靠荷兰和德国港口。比亚迪探险者一号总长199.9米，行宽38米，设计吃水8.6米，设计航速19节，最高续航里程是15800海里，可装载7000辆商品车。日经亚洲评论指出，在此之前，中国电动汽车产量远洋运输汽车的能力有限。202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491万辆。尽管在欧洲的市占率逐渐成长，达到3%，落后日本丰田汽车和韩国现代汽车。因此，比亚迪计划2年内取得8艘7000辆车位的货船，打造自己的独家出海舰队。本船由国内主流设计院设计，由中级来福士建造，
主要设备基本上都实现国产化。远洋运力缺乏的最大障碍之一若被排除，未来的市场环境可能会有巨大变化。去年底，比亚迪宣布将在匈牙利建造欧洲首个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基地。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匈牙利是欧洲交通枢纽，汽车工业历史悠久，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和成熟的汽车产业基础，为比亚迪在欧洲的发展打下良好利基。Since launching the passenger car brand in Europe last October, BYD entered 15 European countries within just 11 months.但也并非全是坦途。欧盟在去年十月初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其中包括了比亚迪、吉利和上汽等公司。若调查发现补贴证据，将计算加征平均反补贴税。只不过此一手段也是把双面刃，或许还可能对欧洲车企造成更大伤害。You see that the German manufacturers are not really happy that there's a discussion of imposing taxes to Chinese manufacturers, because they know the Chinese get problems in Europe, and there were regulatory hurdles for the Chinese players coming to Europe. The same will happen then in China too. 而美国政府也已基于资料安全考量，考虑限制中国电动车及其他可联网的车辆或自驾车进口。欧美的抵制和保护主义凸显比亚迪的来势汹汹，让各国竞争者笑不出来，但也是比亚迪全球扩展上的一大难题。风暴之后，韩国曾经倒下，被称之为国耻日，但是韩国人非常的团结，把家里的黄金都拿出来，韩国的金大中上台，正式把大韩国打成一个 .com 数位国家，并且进行了企业的整体的全部的重整。那个时刻韩国开始变成 Korea the next giant， 下一个亚洲的巨人。但亚洲巨人目前好像是倒下的一个状况，几个数据为大家做出报告。首先呢，它最主要的倒下的原因，第一个是少子化、老龄化，这个在日本也有，台湾也有，韩国也有。第二个问题是它的政策僵化跟保守，这几年的政争太多，它没有太多的一个进步。但真正最核心、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里头美中的冲突。因为韩国过去相当的依赖对中国的出口，或者中国这个市场对全世界大多数的跨国公司，越国际的公司，美中冲突对他们的冲击就越大。而这个国家因为追求高科技，这跟台湾的情况是很像的，就是一个高端科技，所以它的总量 GDP 并不少，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很严重。很严重的情况之下，只有最强的人才能生存，跟台湾情况一样。台湾的台积电就业的人口只占我们全部相关就业人口，包括股东等等，只有5%左右。而其他大多数的人感觉不到台湾呢有非常蓬勃的科学园区里头在全世界所占有的地位是感受不到的。那韩国这个情况比台湾更加的严重，因为它的高科技没有输给台湾，而且它可能高科技的布局可能比台湾更加的广阔。而属于那个领域里头的人现在已经都受挫了，更不要讲其他领域的人。所以整体而言呢，韩国现在只有最强的人才能够生存，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最忧郁的国家。Can a society make you depressed? South Korea is an incredible country with a vibrant culture. In just a few short decades, they've come to lead the world in science, technology, education, TV and film, music and sports. Yet they also have incredibly high rates of anxiety, depression, alcoholism, and they lead the world in suicide.
美国畅销作家曼森在 YouTube 上的影片《我到了世界上最绝望的国家》引起韩国舆论的关注。曼森先是称赞韩国的经济和文化，但也一针见血地点出韩国的社会问题。没有拿到100分就是失败，导致忧郁。而这样的沉重压力源自韩战之后韩国经济的快速成长，造就了一个只有最强的人才能生存的社会环境。然而不仅是这样的社会氛围，经济方面也出现了令韩国政府担忧的警讯。六大尖端产业出口市场份额4年内下降约25%，多项高科技面临了竞争力下降的严峻挑战。6대첨단산업은반도체와디스플레이2차전지미래차바이오와로봇인데우리나라의시장점유율은2018년 8.4% 에서지난해 6.5% 까지떨어졌습니다한국경영자총협회는규제완화와세제지원확대등산업경쟁력확보를위해대책이추진돼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这份韩国经营者总会所做出的最新报告指出，2022年韩国六大尖端产业出口总额为1860亿美元，比2018年的1884亿美元减少了1.2%。期间，韩国出口规模最大的产业半导体出口市场份额从13%降到了9.4%。韩国半导体产业可谓是面临三重困境。第一是市场需求下降，第二是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应对美国的芯片法案和对华出口禁令，韩国企业不得不将部分产能打算要迁往美国，甚至可能会被迫交出关键技术和市场信息，这就会减少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那么与此同时中国芯片企业也正在逐渐缩小与韩国的技术差距。那么第三是严重偏科，目前韩国的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已经占据到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近70%的份额，那么增长空间已经极为有限。同时韩国在非存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仅有3.3%，这就导致韩国芯片产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显得十分脆弱。韩国总统尹锡悦去年12月出访荷兰，与荷兰建立半导体同盟，即为摆脱这些困境。然而要达到目标，一方面需要持续和庞大的资源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同时对抗外部因素的干扰，尤其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지난9일발표된삼성전자의지난해4분기잠정실적살펴보면요이매출67조원에영업이익은2조8천억원에달합니다시장에서는이삼성전자가3에서4조원대영업이익을달성할수있을것으로예상했는데요이하지만기대치에못미친성적냈습니다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台积电2023年营收693亿美元，其次则为英特尔的542亿美元。而三星电子2022年曾为半导体销售最大公司，但在2023年，半导体部门陷入15年来首次亏损，营收509亿美元，年减32%。미국이자국핵심반도체기술에대한중국의접근을차단하려고드라이브를걸면서반도체부문의경제성장동력을크게의존하는한국이특히취약한상태에놓였다고블룸버그통신이23일진단했습니다워싱턴 DC 소재한미경제연구소트로이스탱거론선임국장은한국은미국중국과의관계의균형을맞추는섬세한줄타기를해야한다며한국은반도체와전기차배터리관련기술에선두에있어경제적기회를창출하기도하지만한국기업들에는취약점이되기도한다고지적했습니다16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布2023年韩国汽车出口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709亿美元，年增31.1%。在去年半导体出口低迷的情况下，汽车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品项。More than a third of that figure came from eco-friendly vehicles. The total value of exports in 2023 is an increase of 30% compared to that of 2022.In terms of production, 4,240,000 cars were produced, exceeding the 4 million mark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18.
只不过在全球汽车产业上有德国、中国的夹击，新能源电池产业也被中企压制，应对当前的经济颓势，尹锡悦政府在去年三月即宣布要联手产官界打造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园区，由三星在2042年前斥资300兆韩元设立5座先进的半导体厂，要吸引150家原物料、零件和5厂半导体公司进驻。첨단산업은핵심성장엔진이자안보전략자산이고우리일자리와민생과도직결되고있습니다。这项高端科技蓝图是韩国政府推动六大关键科技产业计划的部分，希望在2026年前，相关计划能吸引550兆韩元（约4220亿美元）的企业投资。台湾与韩国自1980年代开始经济民主一路竞赛。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韩国面临空前危机，总统金大中开启数位经济，四大产业迈向国际。2004年人均 GDP 正式超越台湾。三星的全球化布局早于台积电，但这个有全球经济金丝雀称号的韩国，对内受制于少子老龄化，尤其政策僵化保守，近期经济开始下滑，陷入僵局。一波接着一波的考验，正拷问着韩国高科技的未来。报告，而这个气候评估的报告里头，最终只有让美国的联邦预算拨出了60亿美元，对于美国所要面临的全球暖化，其实完全是不足的。这一次呢，整个评估报告里头特别提出来，美国现在面临全球暖化，它所面临的整个暖化的速度高于全球平均的60%，因为它是一个大陆型的气候，这个跟中国大陆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它干旱的时候特别干旱，大雨的时候雨下得特别高，然后冻雪突然来了。然后干旱的时候，除了干旱之外呢，冻雪之外就是热浪，它是高温死的很多老人死亡。Stronger storms, devastating drought, heat waves, and wildfires. The new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 says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U.S. are now far-reaching and worsening. It's affecting Americans right now, no matter where they live.这不是老调重弹，而是比战争更残酷，足以跨越国界夺走无数条人命的气候灾难。白宫原先每4年会发布一次国家气候评估，这回耗时5年，筹组了一个500人的庞大专业团队。因为2023夏威夷茂宜岛的大火酿成了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最致命的灾难，随后南加州也破天荒发布了热带风暴预警。拜登深知，即使强大如美国，也无法继续回避这个人类社会的重大挑战。这回发布第5次国家气候评估时，不只详细计算了过去4年气候变迁对美国造成的损失，平均每年1500亿美元。放眼2018到2022年，全美每3星企业还会遭遇一次损失至少10亿的气候灾害，不像1980年代每年顶多遇到3次。白宫也同时宣布超过60亿美元的新投资，其中39亿用于美国电网现代化更新，20亿用于专注环境正义。其他则是用来帮助社区确保供水，并增强防御洪患及旱灾的能力。The Mississippi River is drying up. Water levels are approaching record lows. Barges are getting stuck on sandbars in unprecedented numbers. Many ports and docks no longer have water deep enough for commercial boats to safely reach them. And this is a problem for the whole country.以密西西比河为例，身为全美第二长、流域面积全球第4大的河，向来是美国农产品、石油及建筑材料运送仰赖的水上高速公路。
美国粮食甚至高达60%都是透过它运往墨西哥湾沿岸出口。Farmers in Iowa, they harvest their soybeans and they put them on barges and send them down to the port below New Orleans, and then that's sent to China. Chemicals are processed in Louisiana and sent upriver to the Ohio to factories in Pittsburgh. The central part of this country thrives in part on industry moving goods and services up and down the river.但近期密西西比河水位已连续两年创下历史新低，数千艘巨型接驳船无法逆流而上，导致接驳船价格大幅飙升，高涨的运输成本还严重阻碍国际贸易，让美国商品成本价格大涨，降低国际市场竞争力，进而侵蚀在部分关键市场的份额，尤其是对中贸易。The prices dropped pretty drastically due to increased freight on the river. So that's got to show up in prices somewhere for yes, it, us? I think eventually it will. It's going to trickle down to everyone.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Argentina and Brazil have been able to erode our market share in certain key markets, especially as we look into China. 按照这一份美国家气候评估，美国近年暖化速度远高于全球平均的60%，而且纬度越高，面临的风险越大。这意味着阿拉斯加的暖化速度会比美国其他地方更快，且地球升温正在全球形成气候的怪异现象，诸如飓风在一夜之间从热带风暴迅速上升到最高的5级，干旱变得更严重且持续时间更长。阿拉斯加最大城安哥拉治近期突然一波降温并迎来大雪，还导致无家可归的街友死亡人数暴增，截至目前49人，足足是前一年的2倍多。 We need to be able to mitigate these camps that have cropped up all over town. We need to get to housing because housing is the answer. We just simply hav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on how we're going to shelter these last 500 to 700 people.执政当局与民意代表间的意见分歧，凸显出人们对极端气候的因应有多短视且准备不及。事实上，根据一份近期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最新报告，已明白指出，全球与气候变迁相关的健康风险正急剧恶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65岁以上老人因高温死亡人数已增加至少85%。全球范围内因暴露在极端高温所导致的生产力损失或下降，光是2022年也至少8630亿美元。如果人类再不觉醒，一旦全球平均气温相较于工业化前上升达摄氏2度，按研究模型推估，最快本世纪中叶，全球每年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就将增加370%。We are the last generation that is really going to be able to make a meaningful difference in the outcome. Future is very much in human hands, and our choices are really going to determine how hot it's going to get in the future.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导致地球升温的温室气体2023已因人类的无所作为及战争再创历史新高，上升趋势迄今还看不到尽头，化石燃料生产商还在计划扩张，让地球的碳预算增加2倍。科学界不断发出警讯，试图抢救人类最后一线生机，你站在哪一边？谢谢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周报，文倩的世界财经周报，我们下礼拜见，拜拜。